Hello，小姐姐你好，你说你长得好看也算了，偏偏长成我喜欢的样子。啊，谢谢。那个我叫马克，然后你去哪儿，我用我的马送你。马？对，我的马。什么马？对。哦，好，你的车。我的马。啊。这年轻开这么好的车，很厉害啊。啊，那我可以加你个联系方式吗？啊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OK， 行，那走吧，你去哪儿？不用了，我还是更喜欢开我自己的马。你的什么马？什么马呀？这是你的马呀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开我的吧，我的省油啊！我的天哪！小姐姐你好，这是您男朋友给您送的花，希望您签收一下。认错人了吧？我没有男朋友。你没有男朋友？那我可以做您的男朋友吗？那我可以做您的男朋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说错了，我有男朋友。有男朋友？啊，那对了，一共286，然后货到付款，希望您签收。货到付款，希望您签收。货到付款，希望您签收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您，我跟您开个玩笑，这个花是我送给您的，因为我觉得您像这个花一样美丽，像这个花一样美丽。你让我看见刚和我开出花一朵。您是哪里人？中国人。哎，小姐姐你好，你看见我女朋友了吗？我们两个人走丢了。没有啊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她穿着黑白格的 T 恤，然后牛仔短裤，凉拖，然后跟特别高，背着个小黑包，然后手里拿着手机，脖子上戴个小项链，黄头发。你看见了吗？你说的是我吗？是你呀，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有你陪我，爱要清醒。我就是想加你个联系方式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啊？因为你志向太远大了。我没什么志向。我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。